moment， 我全身都麻了，只有这句话。但是游泳，不思议。耶！那不思议，你想怎么做？我们有一个承诺。什么承诺？我叫刘德华，唱给你们听。哇！好的，大陆啊，准备好了吗？ 老师啊，老师，我们数到三，我们一起把这个毛巾拿下来，好。但是我一定要提醒一下大陆啊，这个水深只有110公分，你千万不要除了裸泳之外还突破血流的，好，记住啊，安全重要。Oh my god！ 老师准备好了吗？我不要让大家看。老师，你不要再瞄了。一、二、三。 我超紧张。老师，你等一下，老师你那块布要拉好，一会我们这个角度。好，好，一、二、三。要去哪里？ 穿起来，然后呢，我们会进行电子联防的部分。好了，玉生导演的鞋子，好，往前哦，大家往前游。大陆，哇，少女抱哎，好，再往前一点，是不是？好，来，大陆快点 ，Go Go Go， 老师快点 ，Shasha Come on， 女王。 在前面，到这边好不好？没有，你先到这边，先把导演放下来，让导演会游泳吗？好，应该很舒服吧？这么热的天。 这个他们说的吗？好的，接下来就是等一下啊，直接大陆直接要来我们的中央这边，导演老师。 穿好浴袍，师傅。
再过一下。
下来。这样位置可以吗？博成哥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再过来一点点，你看他们用小心小心，可以吗？可以。那对面会不会太远啊？那我们开始了，好不好？可以吗，大家？可以啊，来，请问，来，这样今天这样一裸的心情，现在滋味是如何？就咬一牙就过了，没事。其实也还好，是不是？对啊，其实也还好。结果没有看到你练的身材。就。反正我有练了，应该看得出来我很瘦很多。所以你是准备多久的时间？怎么准备？先跟大家讲。其实那时候太快了，那时候承诺大概是口碑场的时候，然后突然就两亿，我才意识到好像要开始健身这样。所以我真正密集是练是两个礼拜。所以现在今天露出来的身材，你有满意吗？那个状态？就还好，对啊。好了，我都看到了。老师描述一下你看到的春瓜。我跟你讲，我从年初跟大陆拍这个片的时候，我就开始练身，我就知道你是会有这么一天。对，所以我今天练了已经八九个月了，真的太好了。啊，没穿裤子啊。那个。老师描述一下好不好？你看到的状态，形容一下身材好不好？大，说你名字大。对，大描述仔细一点，就是。颜色是什么意思？不知道各方面正能量吗？就是非常好，我觉得任何女生看到都会疯掉。不要不要这样。这可以吗？刚脱下那一刹那，真正奇迹。刚脱下那一刹那。没有想那么多，我就已经麻了，就是我全身已经紧张到一个不行。他超紧张。那你有做什么提臀还是修毛的准备？就都没有，就练腹肌而已。你有想过万一正面被拍到怎么办吗？正面被拍到，万一当时的想象，没关系啊，就是身为一个演员嘛，对不对？敬业的态度，对啊，把它买回来。还好。刚刚是说害羞吗？八大新闻台近一点。啊，很过瘾，是哪一个？过瘾，其实蛮过瘾的，对啊，因为人生我也是第一次裸泳。那看起来又要破四亿了，导演，还有什么狠招吗？对啊，那我有许过一个愿望啦，然后试一下跟大陆他们讲，因为。整个故事里面，其实林真心最喜欢的那个偶像就是刘德华，然后也就是我自己。那时候编剧有问我说，如果你真的刘德华来现场的话，你会想跟他做什么事？然后我就很脑残的说，我好希望他唱歌给我听。然后他就翻了一下白眼，但他就真的在里面写了一句徐太宇说的那句话，说我叫刘德华，唱给你听。如果真的我们有这个机会可以请大家让我们破四亿的话，我希望刘德华来唱歌给我们，给大家听，不是给我听。唱哪一首？问我吗？我想唱哪一首都可以，都可以。对，我想要，对啊，我想要让他唱。传言说刘德华会来，是真的吗？传言呐，还在邀约中。
所以已经提出邀约了，是不是？他知道台湾的成绩非常好，他很开心。我希望他能够来这边，然后完整完我们这一整个宣传的行程，跟感谢大家对他也投资这部片的支持啊。他来到几率高吗？王大陆觉得高吗？王大陆再呼喊一次，快点！以后我叫刘德华唱给你们听。对啊，现在大陆都说到做到，对吧？对啊，他今天都说到做到。明天准备歌曲。我们是最有诚意的剧。他需要练歌吗？他不用吧？他我随便唱什么都可以。所以他有答应要来。嗯，还在邀约中。刚刚不是说了，对他，对，希望他会来，希望他看到我的诚意。Andy， 赶快来，赶快来。好。徐太宇这个角色这么红哦。啊，就是徐太宇，就是走到哪边大家都说好爱徐太宇，就角色很好啊，谢谢导演给我这个角色。没有，他也很努力啦。我们都知道上一个，啊、我今天那个谁跟我说，那个子琪跟我说，台湾这个影史上裸泳的人只有三个男演员，然后其中有两位就是跟我都有合作过。我跟他讲说，哎、欸，上一个后来得了金马影帝。我们就像金马影帝。看齐，哎，对对，看齐看齐，对，希望啦，对，希望有这个机会。所以会帮大陆量身打尺度比较大的电影嘛，反正他现在都low了。没问题啊，他range很大的，我觉得他没有什么太大的包袱，我很喜欢。对，有机会他一定可以做得很好。色戒那种可以吗？大陆？色戒啊，嗯，我觉得我再成熟一点才能拿捏那个角色。对。可以吗？谢谢，谢谢，谢谢你们来。没有准备酒，真的不好意思。酒吗？你要多喝一点吗？那我们要有请啦。然后下一组，那我们的平面媒体呢？等一下到后面那个帐篷在这边坐着休息等他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挡住的，可以脱上衣吗？好，可以。来，左边转一下，左边。这个可以，这可以。前面。继续，继续。来，左边。好。